永明延寿大师是天台宗第三代祖师，净土宗第六代祖师，是历史上公认的阿弥陀佛在娑婆世界的真实化现。大师俗姓王，字冲元，出生在诸侯角逐、兵戎不断的五代十国。年轻时在浙江余杭任吴越国军需官。王军需官吃斋念佛，生活简朴，但他的家丁元贞却时常光顾当铺。掌柜的，您给看看这壶能值多少钱？怎么，军需官连茶壶也要当？给。再多一点行吗？哎，一个茶壶这就不少了。老爷，老爷。元贞，只有这么多，我再也不想去当铺了。请问，哎，他一书生会谈什么价呀？余家，今天的余下我们全包了，你可别耽误了我们贾家的大事啊。请问余家，余家，我是你的老主顾，还是卖我一些吧。哎，贾家明天办婚宴，人家可是出了大价钱，您看。哎，这几条船上的鱼也全都送到贾家去啊。老爷，您在想什么呢？真老，剥皮掏心，你会不会痛？刚刚那些鱼好多都是大肚有子的。是啊，老爷，鱼真可怜。元贞呐，可怜的不只是这些鱼，吃鱼的，捕鱼的，卖鱼的，哪个不可怜呢？身为军需官，冲元先生每日都会清点库银。上至朝廷，下至百姓，都盼望国泰民安，岂知如是因生如是果，杀业不断，焉能天下太平？也罢，后果由我一人承担吧。从那以后，元贞往江边跑得越来越勤，放的鱼越来越多。消息很快传进王宫。先父以来，朝廷一向器重王冲元，他竟做出这等事来，一定要彻查此事。老爷，他们说的可都是真的，您快跑吧，这可是要杀头的。元贞，我不要紧，这些年跟我跑前跑后，辛苦你了，只是往后你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一定要仔细搜查。忙活了半天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就是太寒酸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罪臣王冲元，死罪已定，你可认罪？值了，值了。用我一条命换了那么多命，当然值了。我甘愿受死。世间竟有人不惜生命做这样的事。他不怕死，行刑时再看。他若真的不怕死，可不杀。
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啊，其实对呀，我也不清楚。是。时辰已到，问斩。诸法从缘起，如来说是因，彼法因缘尽，是大沙门说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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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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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冲元不能杀。先生，今后作何打算？就欲出家。公元934年，冲元先生如愿出家，师父赐名延寿。延寿法师在佛前发下毕生广利众生的誓愿。